就这里了。看前面商场，定位好了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我们现在还在我姐婆婆家，也就是舒兰市。下午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娘几个出来逛逛街，溜达溜达。这款的衣服不适合咱妈吧，姐？咱妈是要看看的，我看看吧。嗯、适合我老穿吗？有好看的挑，别给摸，妈妈，那白的啊。你看这特价都69，那个是特价50，特价的。又活在这包里。39。这是啥呀？厚的衣服。因为秋天了哈，嗯。全都大减价呀！啊，碎花裙适合你们穿呢。对呀、啊。那我以后不能买碎花裙了。50块钱两件，好便宜啊！这样还挺好的。这价钱真是感人呐！便宜呀。50块钱，他妈相当价格。没有，相当这价格。那甭管，那个样子有点不太适合。正好这个头瘦都可以。妈，你不试试？你给我妈找大码。哎呀，咱妈能穿多大的大码？小码吧。八个西。那你上来看看吗？好看啊，还行吧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不太喜欢。你觉得好看吗？还行，这个衣服样子啥的好看，完显得肤色还亮呢。我都黢黑的了，我都晒得黢黑的了。这一趟衣服全都40块钱，好吓人。就是我穿不了，能穿我就买。能穿姐，有号姐。不太适合我的，我只要买完这个，都得说我一品完了，彻底了，都没救了。最终我妈还是没抵挡住诱惑，把这衣服买下了。花了多少钱？100。这个价钱不感人，不是应该40吗？不是应该50两件吗？但是咱妈看小碎花挺好看。我觉得还行，我没太相中。厚而言，100块钱你要穿，也是。全都80。家里面的旗袍都好看。这旗袍多便宜不？这个没有价牌，价钱的肯定不便宜。这才20啊？20，哎呀，这更便宜。哎，这个布料不行，麻的。麻料，这个啥？这50块钱，这谁能穿？哎呀妈呀！看，这才69啊！50，一个比一个便宜。嗯，在这个商场里边逛了一圈，价格确实挺好的，都老便宜了，都狂甩。最后我妈买了一件裙子，花了100块钱。俏俏想吃串儿了，从大延吉的跑你家来买这件吗？最后在这儿又买了点实蛋，买了个烤肠，吃完我们要回去了。